我哋叫做 SO330 啦，咁啊呼應翻係英文 social enterprise， 即係社會企業咁解啦。咁同一時間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叫做 social mission， 一個社會嘅責任嘅。咁啊，以我哋機構為例啦，我哋主要嘅服務對象咧就係一班精神病康復者啦。透過呢一個社會企業嘅平台咧，希望幫助到一班精神病康復者可以重新投入翻個社會入邊做嘢嘅。我哋共融咖啡師學院的概念就是我哋希望透過呢一個好靚嘅鋪頭啦，希望可以幫助到社會上一些弱勢的社群有意投身呢一個咖啡行業嘅。咁但係咧，可能如果你要求佢去參與一些坊間的一啲商業機構嘅提供的咖啡課程嘅話咧，可能會比較吃力啲。我哋都會曾經提供過一些咖啡師的培訓啦，俾一些在職的青年啦，甚至乎是一些弱勢的朋友。330取其廣東話諧音，身心靈要健康嘅。咁我哋覺得喺灣仔呢一個舊區入邊咧，其實我哋相信區內嘅一啲市民街坊啦，都好需要一個城市入邊嘅綠洲嚇。咁所以咧，我哋希望透過我哋SO330咧，將太原街或者灣仔呢個舊區咧，去注入一啲綠色嘅元素啦，以至到呼應翻城市人一啲生活壓力好大啊、好緊張嘅一啲情緒咧，希望透過我哋鋪頭所提供嘅一啲食物或者服務咧，令到都市人都關注翻自己身心靈健康嘅重要性。